多少夜晚，我们享受着一个人的美好？多少夜晚，我们独自感受着喜怒哀乐？多少夜晚，我们必须学会去勇敢生活？每一首歌，每个心情，都要献唱给每一位最爱的我们。2019年2月16日，周蕙、朱丽景、李宣荣、邵雨薇、严艺格、文慧茹、有感觉乐团，我们 Swarming 演唱会，台北国际会议中心，12月15日正式开卖，宽宏艺术。